不适应，昂首的天气好像比较近。这一次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做一个致敬九零年代音乐的一个专辑，我们直接唱回九零年代所有的音乐的制作、旋律的走向、和弦的进程、编曲的风格、我弹的每一个和弦的音，加上鼓的音色，我们全部都是用九零年代，所以这不仅仅是被一个九零年代影响的一个专辑，我们直接做了一个九零年代的专辑。那为什么叫做一九九四呢？因为我出生的年是一九九四，然后谐音就是一九九四。所以你是基本上你有知觉开始是没有经过九零年代的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太小了，还是小孩子，所以其实没有真正经历过那个时候的音乐。但是是我长大之后回去听九零年代。黄金时代的那个音乐，然后对我来说，它影响了我很多唱腔的方式，然后我写歌的 style， 像一些 Mariah Carey 的歌，他那些转音我都超爱，所以在我自己现在128里面专辑也有一些那种转音，然后我觉得它是影响我蛮。The camera in the middle， 中间的相机。Thank you。 吕士先跟大家打招呼一样。嗨，我是吕士轩。我想换来你的麦麦机器。新鲜之余，有 为什么送卡带机啊？因为这一我偷偷知道，就是他叫九零年，主要打九零年代，然后这是专辑里面会有录音带，就是会出录音带。对，因为我们要九零年代，那不能没有卡带。然后呢，有卡带，大家现在也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听，所以要有卡带加上一个 player。所以你还送一个卡带播放器？对，在买卡带。对对对。然后最后人家听手机，对，我送收藏好不好？对，我就送一个比较大的 ，Thank you， 卡带机，对，谢谢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海带啊海带，海带啊海带，海带啊海带，有我很多。Oh, you are 在这边，在你的手里，年代 beautiful， 扬声高。是个反转，怀念你的体温，把反派当作情人，用眼泪画下伤痕。